Hello， 大家平安，我是谷歌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一鼓作气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分享测试的是这一款名匠工学社所新推出的拍手阀。那这是最小的尺寸7、9以及11。我们待会呢会用运动相机来录制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分享给各位。那么这个是新买的配件啦，它是磁铁的，然后用个脖子挂在这边，然后放在衣服里面，然后吸上去就可以固定了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经过刚才的测试，我觉得这一款拍手阀非常的好听，然后价格也很亲民，它是一个非常高 CP 值的效果阀。那么如果你想要拍手的话，很推荐哟。最后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别忘了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